请问商人在哪里啊？商店这么多，女厕前面有个商人，为什么要在女厕前面贩售东西嘞？这有去跑步跟有跑一枪，有人在家，有人遇到鬼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实在低了吗？看到鬼了，我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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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一下，我抽一下你是不是？会议室在哪里啊？会议室，会议室在你看一下，然后在一楼，一楼，会议室一楼最中间，快点开，快点开，会议室在什么？而且他完全没有迹象啊！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。哦，我刚刚被吓，我现在整个心跳好快哦。没有讲，吓到超夸张。对啊，你好。呀，这边有三个，我不要，不要靠近那边，这边有三个，这边怎么这么多个？不要，不要。哪里？为什么哪里有三个？哪里有三个？哎，哎，这边更衣室里面好多，你说。所以 ENF 能干嘛？二号是谁啊？我拿到珍珠了。二号是我。啊，我找到了。我是。啊，珍珠小姐在哪里？我拿到了，我现在拿珍珠的地方。看这里面怎么有尸体啊？三小啊！嗨嗨嗨嗨嗨！你看那个吧，你看。你帮我放那个什么后面这个白色箱子里面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我的智齿快没了，我要先去那个，不然我会被吓到啊！我靠！我现在哪里？我现在哪里？我现在哪里？我也需要我理智也开始降了，我要先回去。会玩一轮之后就比较简单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被吓到了。怎么办？哎，你看到这个大师吗？你看到这个大神吗？我们看到，你看到吗？我操！对啊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哎，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到。我可以看到揍你一下，哎，你被揍了，为什么还没揍我？你现在好可爱，你要鬼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长得太年轻可爱了？被揍了。哎。所以874，哦，我有教过，对对，嗯，看可以874里面有教啊，三小，谁吧？谁又那边开始？不要！哎，Hello， 嗨，嗨，别走 ，Hello， 你杀了谁？我盯着他不见了，抹茶被杀了，请问不是附身者拿水晶会怎么样？好，打嗨哦，小女孩，哎，有萝莉，有 A 的，那个楼有萝莉，喜欢萝莉也可以来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什么东西呢？喜欢萝莉的可以来。我觉得萝莉蛮可爱的。菠萝萝，那个你看后面有工友来了。我在哪里？就在后面。你们要找鬼啊！你们有病啊！不是，他在经过啊，他真的很像便利商店店员，就在那边补货，在那边正常走路。那不能怪我。不破，那个就合成，放两个在那个里面。对啊。然后，嗨嗨嗨！哎，他有名牌，他上面写什么？还有名牌？为什么要看他的名字？因为那你可以叫他报名牌给我吗？我也想签乐透。不是哦，不是那个名牌，是名牌非比名牌。苏杰，报名啊！大家都是报名啊！苏杰，他是女巫，烧掉他，烧掉女巫！苏杰，他，你怎么听起来这么开心？好吧，大家再见。四号被主角啊，处决动画嘞！好恐怖！等一下，我天哪！我靠！太可怕了！哎呦，好开心哦！